Damn, damn,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？ 真的想要快点比完赛，还有13天，快，我好想快点比完赛。我每天吃一些很 boring 的东西，吃鸡胸肉、白饭，还有一些青菜，真的是很无聊。我真的好想吃披萨，我好想吃披萨，我好想吃披萨。Damn， 真的是 ，God damn， 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无聊。我真的好想要吃一点炸的。好爽 ，JBC。OK， 那么现在距离比赛还有8天的时间，现在我的体重来到64公斤，体脂10%，但是我现在对自己的体脂还是不满意。但是这次的健美比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苛刻，原本为期2个月的减脂，居然拉到了4个月，因为比赛一再的延期，延期又延期，一直消磨我的意志力。原本我已经减脂减得差不多了，但是因为用延期，所以我又忍不住控制好饮食。健身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但是比赛和健身却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，所以不论这次的比赛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坦然的面对，因为我真的付出太多时间太多精力了，甚至我牺牲自己部分的学业来完成这次的比赛，快点结束这8天。之后我就早上披萨，中午麦当劳，晚上肯德基，吃到爆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柏成的男朋友。才发现原来自己之前的坚持方法都错了。我觉得健身就是这样子，让你学会什么是坚持，然后在每一次的失败中变成更好的自己。刚才剪完头发了，我现在要去大陆做美黑了。有人在这边拍抖音耶。经过疫情的摧残，我终于又来到大陆这边美黑了。珠海的景色跟澳门差好多，这边很空旷，都是蓝天，可是没有白云。我没想到除了要在健身房做有氧，美黑也要做有氧。不是啦，因为这边可以正骨，所以我打算在比赛前更正一下我的肩胛骨，还有我的锁骨这边就一边高一边低。好，我练完了，真的好累啊！因为现在距离比赛还有7天而已，距离比赛还有7天，所以我现在每一天的碳水都压得很低，为的是我之后冲碳的时候可以冲得更好。终于到家了，我好饿，这就是我所剩不多的碳水而已。一天的碳水，哇！我今天喝了7.5升的水了，希望就是到时候比赛时候的线条可以更加的明显。要喝这么多的水，肚子真的很胀。然后每一节下课的时候都一直要去尿尿，超多尿的，我的天哪！然后就有一些老师不太理解我的辛苦，我的天哪！像我这几天零碳，我没有饭吃，断钠。然后每天都喝8到10升的水，这种辛苦真的是。我现在又要开始喝水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今天是星期三，距离比赛还有4天，肝糖消耗的第四天，一样是零碳水，非常的累。因为这几天断碳非常的虚弱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精神，所以我早上起来发现好像自己有点小小的感冒，希望明天快点好起来吧。等一下，真的太好吃了，我操，好多的碳水，太好吃了啊！Oh god damn！ 总归来说，对于这次的状态我还是满意的，因为毕竟健身以来
这次是我第一次减脂，也是我第一次比赛。对于这次比赛，我真的付出了太多的时间还有精力了，所以不论到时候的身体状态如何，或者是比赛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坦然接受的。你看，就连我现在的脸都瘦了这么多，这脸颊，这是我之前的样子，这是我现在的样子。Oh my god！ 要等一下，我要去上载一座核酸，然后做完核酸之后，就直接搭车到奥林匹克那边放纵。这是我的 lucky number 115号。我的天哪，我现在好兴奋，我一直平静不了我的心情。我这个数学功课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我一直都做不了，我这个心情太兴奋了，又期待又担心，因为我的 posing 真的练得没有很好。加油！现在凌晨3:48，快要4:00了，我还是睡不着。靠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，不知道是因为我今天喝咖啡喝太多，还是因为肚子太饿，还是因为我断钠的关系，不知道为什么睡不着，好累啊。我现在准备去比赛现场检录，太害怕自己的体态了，所以我昨天晚上整晚都没有睡着，所以就导致我今天早上起来发现我的腹部那边有点水肿。帮我拍个照，这个鸟太美了。几个人食包啊，好啊，我食包啊咁样。哇，屌，爽捻到閪咁。一个人阿凡食噶，啲人。操，妈的，这就是天堂吗？啊，我的天啊，这个真的太好吃了。嗯啊，这是我第一次比赛，也是我第一次减脂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让比赛多延期了两个月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一直不断挑战着自己的意志力，在这漫长的4个月，一切都只能靠自己。它也令我更加懂得如何和自己相处。健身是一件很棒的事，但如果是比赛，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所以在这里，我想告诉那些说早知道我也去比赛了这种鸟话的人，应该去死一死。你知道那些备赛选手花费了多少的努力吗？比赛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，也要优雅的为自己谢幕，并且感谢自己的认知还有付出。你珍惜它就变饱了。对我来说，没有做不到的事情，只有想做和不想做。人生只有一次，一定要活成自己想活的样子。我是黄柏成，谢谢大家。